好，你好，是哦，我是单眼皮丹丹思密达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些拥有缤纷少女心外表，来自英国在日韩热卖的 Colon 干洗法，总共分成六个味道跟六个不一样的包装，现在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。首先介绍的是这个，它叫做童话独角兽，有个非常梦幻的独角兽包装，但是它的味道有个非常大的反差，是一种成熟姐姐的味道。接下来是这一款，它叫做天堂五红鹤，它上面是一个红蓝渐层，有很多只红鹤的包装，它的味道是比较浓烈的，然后是有这种童年感的香氛豆的味道。再来这个是维果样乐园，它的包装主色是橘色系，上面有一些很童趣的水果图案，然后这一款花的味道是比较甜而不腻的果香调，闻起来很舒服哦。接下来呢，这一罐叫做仲夏夜之梦，它的包装呢是带有绿色的森林风，那味道是一种很浓的糖果味，所以如果喜欢被糖果包围的话，选这一罐就没错了。再来这个是梦幻美人鱼，它这个是蓝色的海洋风，上面有11个美人鱼，它的味道也跟海洋风很搭配，是一种男女都可以用的味道。最后一罐叫做青春活力样，它是很有活力的黄色几何图形的包装，然后它的味道呢很清新，带有一点点青苹果的味道，那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。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第一步均匀的摇摇，第二步把头发挑起来，距离30公分，第三步等待30秒做拨动就好啦。最后有一个小叮咛，干洗法的产品不是让你不洗头，这样子对头发跟头皮不好，它是让你应急的时候做使用的，像有时候头发秃油，或者是像是前一天没有洗头，就很适合拿来使用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。对 Colon 干洗法有兴趣的话，就赶快到屈臣氏买回家试用看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下次见喽 ，Goodbye。